多趣万味，符号可爱，天真浪漫的女孩，在因缘际会之下与五位男孩相遇，也因为她的热心与纯真，深深吸引了这些男孩，让这群原本拥有深厚友谊的男孩起了变化。爱情与友情之间，他们该如何处理呢？千万不要错过棒棒糖的偶像剧《姐姐来了》。咱们精心计划了棒棒糖偶像剧，特别请到咱们 Lolita 六位男孩一同演出这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，究竟他们对于这一次拍摄有什么感想呢？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吧。他会把它表现，我应该是做个 sales 吧，对吧？应该是 sales， 对啊。等一下会好好表现，他会好好表现的。今天呢，哎，录了吗？今天我就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救美的警察了，身为人民的保姆。不但只要救美女，你呢？只要你长得漂亮呢，可以打给我，我也可以救你。电话是控吧控口，白痴控住口。对，我先演那个忧郁吉他，弹吉他的街头卖艺人。那拍出来你就知道我演戏其实很有潜力。我很怕那个什么电影公司一直找我拍戏，因为我最近在唱片宣传的，但我唱片宣传说一直找我。星探，对，我是星探，然后是很色，应该是好色的那一种。哎，对，背台词这方面，背台词，经过我们那个不 NG 家庭那个训练有进步啊。不过我期待我今天，希望不要忘词。好，我是演默默的男主角，最后跟女主角。其实是他是我的未婚妻，就他们都不知道，傻傻。他们昨天啊，我在看脚本，我一个人在房间看脚本，觉得很多台词都很好笑，他们就觉得我很智障，为什么在房间里自己里面大笑？结果后来他们五个人在客厅看脚本的时候，全部笑翻，才知道这么好笑。我会很摆地摊的，要说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趁钱。很怪，我等一下也拿去。像不像？对，等一下有剧。这一套是警察的衣服，我觉得这一套应该是站长吧。火车站站长，你也不要有那种。你今天休想耍帅，我觉得。超帅！这是什么李小龙啊？这高腰裤太高超了吧？刚好这样。你这样。怎么了？我真的很帅吗？超帅的哟。这档戏我刚刚观察一阵子，我觉得阿伟他怎么讲话怎么没有那个感情在里面，他就是只在念台词，这样对吗？等一下换我演，你就觉得我很酷。哎，这个今天可能要拍到很晚的，脚本那么厚一点，然后现在好像才拍到第二场，整个我就是很无聊，快睡着的状态。老公的，世界就只有一个，保证走在路上不会有人跟你一样哦。好 local， 他很适合叫卖。因为我笑起来很阳光啊，所以我想把我的好心情分享给大家。现在是第三场了。你们眼睛就瞎了。发现啊，威廉比我更官腔，我已经跳出官腔达人的那个行列了。现在的头衔就是他，以后大家记得他讲话的时候，后座帮他上新一代官腔达人。3、2、1，等一下，那你可以拿这个票子照。在笑吗？他们在我家。对，对哦。开心的。很会的，戏子什么无情啊，无情戏子无情，真的吗？那我先讲，再笑吧，而且要一笑，一笑，再讲一笑，再讲一笑，笑一笑。你有看过保险业务员跳 breaking 吗？好酷哦！你有看过人家跳 breaking 脸都没有变吗？好酷好酷！你是这么觉得我跳舞跳得很好？那你要不要买我的产品呢？这个我送给你呢。哇，真的好谢谢你哦！真的，你真的很好。三个了。你在干嘛？看台词，那个又要重拍一次，对，然后台词有点忘，我可以上树了，不开心了，不会来哦，不会。
可以讲一个偷偷讲一个秘密啊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把我这三个部分都拍完了，包括威廉，可是威廉呢，他就觉得他自己表现不好，所以小杰就想了一个小主意，说要骗他，就跟他讲说等一下要重拍一次，他现在很紧张，再一次被搞的，没想到是骗他的。来，我们去看他的状态，来过。这种疗伤气的小东西，哎靠！你有没有背啊？你等一下又错一次。时尚大加分之外，你桃花运也跟着好起来了。太大声！你觉得等一下表现怎么样？等一下应该会比上次好。那你又开始进入状态，再加你要把握这个机会。我说威严，我也觉得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表现得更好，但是只能怪你这群好兄弟太整你了。哎，瞧你一副开心的模样，根本就是以为小玉还有荣家拍完之后就会轮到你吧？你就太天真了吧你！看到大家帮威严对着样子，我只能说威严真是太好骗啦。我要 Q 你了。哎，小姐小姐，你都录了，来看看，微笑错了，微笑视频啊，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是啊，这都是纯手工的，全世界只有一个。喜欢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啊。厉害哦，你好有才华哦。我第一次看到赚东西也可以卖钱哎。为什么你卖的东西都跟笑脸有关呢、啊？因为我笑起来很阳光啊，所以我想把我的心情带给大家、啊。真的？哇塞，威廉你太投入了吧！哎，大伙儿的假彩排，看来真的是完全骗到威廉喽。这时候咱们女主角荣家忍不住想要加入整威廉的骗局了。哎，到底威廉会不会上当呢？不要说话。我在乎天长地久，在乎长期拥有。这条项链很找他的主人，我也很替他高兴。变的眼神，你说你这次有心梗了？说你恋爱的眼神，你恋爱的眼神。我恋爱。好，记住这个图，等一下对龙家就是要这个表情。这是个表情吗？但是威廉演的叫 action， 来哦来哦来看看哦，威廉做的微笑视频，赶快来看看哦，小姐留步啊！哎，这些都你做的吗？对啊，这都是纯手工的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啊！哈哈，来，龙家，你就来笑容，阳光吗？怎么阳光的？威廉超好看，威廉威廉威廉，来那边你知道停车吗？刚刚这一车是谁停的吗？你会怎么车？这挺好的，大家很爱。破了，被打破了，被打破了，真的假的 ？Sorry。真正的高兴的见到你，真正的高兴，欢迎。难怪你们一直在那打我。林雅花痴大笨蛋，我自己讲的。这个结论就是告诉我们呢，戏一次就要演好，没有这上数的啦，笨蛋！这是这一集最高的收视率哦。我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长情永远。现在来了好多客人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来那么多人？请他们吃东西好了。哦，可是我们没有东西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请他吃我好了。啊！哎呀！啊！啊！啊！同情，我再来做一个例子。家宝没了，没了都，棒棒糖。这间不好看，这间好臭。今天哦，我跟威廉哦，真的有味道，有吗？那一件男的先借了，那件有味道，没有，来谢，没有，哎你好，我今天是谁？保险业务员，真的耶，你看他们房间，你快看，平常不洗澡，房间乱成这样，还有哎，我很干净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我要钻进去的洞，你们这根本有没有跟当初你们来看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真的，都是哇塞，小玉，哎，干嘛啦？这个是他的东西，找来明就我们两个的，真的心，对啊，要像我上次去突击那 Terry 家那种，什么鬼都有。没有啦，我比较干净一点，但其实这边一直都是一个味道，就是旧衣服的味道。但是这个月是长这样，但是我顶着嘞，真的。不要突然看到一个什么？哎，来，我敬大家一杯，而且倒酒。好，
这边还是咳口水啊，嘴巴里发出来的声音。二位牙齿痛了吗？我帮你看一下牙齿。好来。我有哎，那个吸一下那个水。哦，好，我帮你吸一下水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拜。还有没有？快点宣布，二组。快点宣布好，准备帮我发问了。来。Round one.来！哇！快气了！哇！好了好了，乌龟！今天呢，在家里拍，所以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，因为家里就是给人家休息的嘛，我一边拍一边休息啊。拍的还蛮顺利的，我觉得，就是大家表现都还不错，然后 NG 也没有很多事，除了那个威廉，有点累格以外，大概都没什么问题吧。第一次拍这种戏啊，有演戏的成分，就很认真的演，就感觉有点不太习惯，而且今天又是跟我龙家对手戏，亲密的。第一次拍的时候，感觉心情非常的兴奋。对，我刚才心情就跟我今天的表现一样，前面一开始前半场都超紧的，在演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紧张，不敢憋，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就生气，全放开，记住不要逼我。原本想说是搞笑为主，因为我们棒棒糖就是以无厘头，就想不到其实今天有点，虽然有还是有搞笑，不过是有点认真的，因为我看到那个，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制作的 B 兔哥这么认真的，好像导演一样在就是导我们戏，然后就是害我们不得不要就是绷紧神经来演好这部戏，那我觉得真的是有就是抓到一些演戏的技巧，而且我觉得演戏真的很重要，就是那个角色要很适合自己，就会诠释得很好。好久没有出外景啊，真是很开心。那可是今天呢，是我第一次参加棒棒糖偶像剧的演出，其实还蛮开心的，但是也好辛苦。发现其实演戏真的不容易，你要融入到那个剧情里的角色真的是。然后这是第一次演这种戏啊，感觉蛮新鲜的。不过呢，还是有点累，因为是外景，然后室内跑来跑去的。然后希望下一次也有机会挑战不同的角色，然后让我在戏剧方面更加强。经过一整天拍摄之后，接下来要到六位男孩的宿舍里面拍摄家中剧情的部分了。虽然这是第一次六位男孩担纲要有的演出，而且不是情绪表情有问题，就是台词不顺。不过看到精彩幕后直击之后，更让人期待六位男孩的演出喽。而且男孩们还有荣家之间，还会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爱情纠葛呢？千万不要错过咱们 Lollipop 爱情剧呈现的棒棒糖偶像剧独家大夺冠。一位活泼可爱、天真浪漫的女孩，在因缘际会之下与五位男孩相遇，也因为她的热心与纯真，深深吸引了这些男孩，让这群原本拥有深厚友谊的男孩起了变化。爱情与友情之间，他们该如何处理呢？广告后千万不要错过棒棒糖的偶像剧《姐姐来了》。棒棒糖为您独家呈现这一段发生在六位男孩之间的爱情故事，《姐姐来了》。接下来了没有？还没啦。跟你说，今天出去找到一块璞玉，我觉得他有一天一定会比张曼玉还要红。你觉得我酷不酷啊？很酷啊！你竟然都先敲门的。你姐来了没？还没啦。小心有诈。依照我的理论，我们应该四处搜寻一下。你们进来都不先敲门的、哦？觉得一定埋伏在这附近，我们去外面找。走走走走走。进来没有？还没啦。你们进来都不先敲门的、哦。姐姐还没啊？还没啦。你们进来都不先敲门的、哦、你眼睛瞎了吗？这房间还有其他的人吗？到底要问几遍啊？你敢用这种口气跟警察讲话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
我现在已妨碍公务，戴玻璃，给我出来，给我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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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好不好？是不会出来帮忙一下哦。别人吃火锅问沙茶酱，我吃火锅问番茄酱，你们说我酷不酷？很酷哦。根据我的推理，王子你应该出来帮忙一下吧。哎，你再不去帮忙，我去房间拿枪了。你一直要走，我怎么去帮忙啊？快点啦！哎，我房间电话响了。好，快去接。Yeah. Oh. I wanna freak with you. Like this. What?我们家都是男生，这样会不会很奇怪啊？他怎么不自己打给我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害羞，要好好照顾人家，知不知道？啊，知道。来，给妈妈亲一个啦。拜拜。拜。小杰，啊，你刚刚那个模范棒棒糖超好笑的。等一下，我快破关了啦！啊，不要玩！哎呦，我在玩呢哦。你看阿本好娘哦，好笑哦。好，很好笑，很好笑，很好笑。单价。哎，小玉，你那个学费筹怎样？还好。拜托，以他这种街头卖艺筹学费的生活，大概要到63岁才筹到学费吧？哦。你好酷哦，你怎么算的啊？当然，你干脆帮我算一下什么时候会中乐透好了。好啊，以我的推断。推什么断啊？用膝盖也想，他这种人哦，运气怎么可能这么好？那我倒不如想一下晚上要吃什么好了。哎，哦，你好酷哦，你用膝盖想哎。想什么？哦，酷哦。哎，今天有一个人要来住我们家一晚，大家都还 OK 吧？谁？谁？我都叫他姐姐。姐姐？是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她今天要来考试，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，叫好好照顾她。你们男朋友住哪里啊？拜托，我哪知道那么多？她前一阵子跟阿伟一样矮，比阿伟还胖，一点都不瘦。阿伟蛮高的啊。啊，是的，那个啊，王俊朗，王俊卖艺了。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今天当吃火锅，是好讲的。好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那知道了，拜拜。拜。我先走，准备准备啦。哇，晚上吃火锅算我的。为什么酷啊？常常偷偷背诵大人唱的情歌，以为可以当作与喜爱的功课。而过都带了，乔姐可以当我女朋友。交卷前一分钟，答案都还空着。应该怎么组合两个人的集合？理论和现实不同，从来不曾想过。面对爱情的选择。纯手工的，纯手工的。小姐，小姐，留步留步，来看看微笑视频，我做的啊，全都纯手工的，自己做的。对啊，
手工了，全世界就只有一个。好有才华哦！保证在路上没有人跟你一样啊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也可以拿来卖钱哎。那为什么你做的东西都跟笑脸有关呢？因为我笑起来很阳光啊，所以我想把我的好心情分享给大家。是哦。那这个嘞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戒指啊。现在什么贵妇都比什么钻石大颗不大颗，钻石再大颗就这么小而已，戴这耳朵酷啊。嗯，不错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那这个嘞，这个好可爱哦。什么？项链啊，现在今年很流行那什么疗伤系的东西啊，所以这戴起来不止时尚会大加分，还会增加桃花运哦。桃花运会变好？对，真的。你说这么灵啊？有这种东西，有时候灵起来，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了。我可以再再看。可以。哎，你帮我戴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变强。好了，谢谢。好看吗？95,000啊！不过今天算遇到有缘人，我送给你了。怎么这么好？不要说那么多，我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这条项链找到它的主人，我也很高兴。想不到你有才华，人又那么好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威廉。我叫荣嘉，可以跟你做朋友吗？好。那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找你买东西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会在这里等你哦，龙江。什么事？你觉得我笑容怎样？超阳光的哦。拜拜。哎，小姐，你长得好特别哦，可以听我说几句话吗？其实我已经癌症末期了。抽狙，好奇，没想到你可以走出这种险步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好奇好奇，承让承让，哈哈，好奇好奇，承让承让，哈哈，好奇好奇。小姐，可以耽误你分。哎，先生，你可以当天王。哎，先生，你先混演艺圈。哎，我是一个专业模特的心态，今天就是要来找代言跳绳的人。但是从早到晚找了96个人，没有人要理我。但我觉得我长得很诚恳啊，名片也很正统啊，不信你看。我的名片有没有很酷？超酷的！哎，先生，你要不要加入？哎，小姐，你长得好特别哦，可以听我说几句话吗？其实我已经癌症末期了。你得癌症了？嗯，而且只剩下大概65到75年可以活了，听起来好像没有很严重嘛。哎，那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
帮我填一下这个问卷。哦，好啊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不要怀疑，你就是下一个林青霞。超酷专业星探，獒犬视野。怎么样？你觉得我名片酷不酷哦？超酷的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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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恋爱了。那你可以拿这个跳绳让我拍几张照片吗？哦，好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你人真好。好，来笑一下，笑一下。来第一张，来笑的，笑的。哎，很好，很好。来再一个，再换一个 pose。好，来再一个，再换一个 pose。OK， 可以看一下吗？好，来看一下。哇塞，好鬼脸超丑的。你这个很像鬼脸哎。希望有帮到你的忙喽。OK。那跳绳还你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那个我帮这个跳绳找到主人，我也很开心啊。真的吗？你台北人真的很热情哎。那我就收下喽。OK。我叫荣嘉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荣嘉，你觉得我酷不酷啊？超酷的！拜拜。哈哈，被我逮到了哦！又是你，年轻人乱停车，记起来，553，每次都是你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，警察先生。警察先生，你有没有怎么样啊？没事，那种小贼还难不倒我。你刚刚表现实在太帅了。我们的责任，警察先生，你真是太帅了。我叫荣嘉，刚真的很谢谢你。好。我应该失败还失败，不习惯彩色或黑白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荣嘉，我真的很帅吗？超帅的。将军抽车，可恶！我这步棋不算，你刚那步将军抽车也不算，没有这种事，赖皮鬼！哎，干嘛打我？这赖皮鬼！哎，干嘛打我？还赖皮！干嘛打我？你还赖皮！熊哦，怎么没有人？小姐，且慢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根据我的推理，你应该很想要拥有这只熊吧？对啊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不好意思，麻烦把我们资料填一下，那你就可以拥有这只熊哦。我们这边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帮您一下哦。小姐，不瞒您说，要是你没有来的话，我已经准备想要收摊了。真的啊？那我就要被打扰到你收摊了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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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啦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好，我帮你看一下哦。小姐，你不是台北人啊？对啊，我上来台北考复健师的证照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帮助那些身体有障碍的人，让他们能够更有自信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可以当个顶尖舞者，希望可以站上世界舞台。你愿意看我表演吗？当然好啊！哇！你跳好棒哦！真的吗？你真的这样觉得吗？真的，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舞者的。等到你变成大明星之后，不要忘记我哦。我叫荣嘉。对了，那这只熊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它能找到它的主人，真的很为它开心。谢谢。不会。那我先走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荣嘉。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当顶尖的舞者吗？你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！加油！ I love you, baby, and it is quite alright, I need you, baby, to want to know it now. What don't一段时间吧。
你先说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啦，我是想说，我觉得你唱歌真的很好听，一定可以很快的筹到钱，出国学音乐。跟你说，你长得很像我以前女朋友。那你想听什么歌？那就拿你第二拿手的好了。I love you, baby, and if it's quite alright, I need you, baby。刚刚一样啊。最厉害的只有这首。你晚上有没有空？我唱别首歌给你听啊。我应该失败还是怪你不习惯彩色或黑白，你的笑百般拒绝还是坦白，答案我解不开。我应该被来了没啊？还没啦。跟你说，今天出去找到一块璞玉耶，我觉得他有一天一定会比张曼玉还要红。你觉得我酷不酷啊？很酷啊！你们记得都先敲门的。你姐来了没？还没啦。小心有诈！依照我的理论，我们应该四处搜寻一下。你们进来都不先敲门的、哦，我觉得一定埋伏在这附近。我们去外面找，走走走走走。你进来没有？还没啦。你们进来都不先敲门的、哦。姐姐还没啊？还没啦。你们进来都不先敲门的、哦，你眼睛瞎了吗？在房间还有其他的人吗？到底要问几遍啊？你敢用这种口气跟警察讲话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以妨碍公务，戴玻璃，给我出来，给我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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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玩模型好不好？是不会出来帮忙下、哦。别人吃火锅问沙茶酱，我吃火锅问番茄酱。你们说我酷不酷？很酷啊、哦！根据我的推理，王子你应该出来帮忙一下吧？你再不去帮忙，我去房间拿枪了。你一直要走，我怎么去帮忙啊？快点啦！等一下，我手机响。喂？谁呀、啊？时间到了、哦，好，我去楼下接你，好，拜。我先去我姐。好了，快去快去。吃饭吃饭。火锅。我觉得啊，我今天碰到一个我生命中的唯一伴侣哦。我也是，我今天完全被一个女孩子的笑容给打败。我今天整个深陷情网哎，恋爱的感觉真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还看到跳绳界的林青霞，哎，真的假的啦？以后要红就靠她了啦！你们绝对不会相信，我今天不但英雄救美，还得到一份真诚的爱情。我一定要带她去英国，不管到哪里，只要有她在，我的创作灵感一定会飙高。没有她的笑容，我以后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。救命啊！我该怎么忘掉他、啊？其实机器人跟艺人谈恋爱也没什么奇怪的嘛。希望你们都要祝福我。没想到这种电影情节竟然在我生命中上演，老天实在太眷顾我了。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吧，宝贝啊宝贝，谈恋爱啊谈恋爱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是的，是的，下下。我姐姐来了，姐姐来了。
就是我从小指腹为婚的未婚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荣嘉。王子，你不是说是姐姐吗？怎么会变未婚妻啊？姐姐是王子帮我取的绰号啦，只有她才可以这样叫我。因为她比我早出生几天，所以我都叫她姐姐。哎呦，你干嘛跟我们讲这些啦？我只剩下我一个人去了。根据我的判断，我应该失恋了。我往后的人生该怎么办？看来我的林青霞没有办法跟我在一起了。哦，对，还有很多东西要送你，可以放哪里啊？重，那放我房间好了。太残忍了。讨厌啦，你干嘛讲出来？
好害羞。你们绝对不会相信，我今天不但英雄救美，还得到一副真诚可贵的爱情。你笨。赵千啊，找到一块璞玉耶，那一定有一天就会比张明玉还红。张明玉。你觉得我酷不酷？很酷哦！哎，你竟然都不开，门，妈，你敢这么大声跟警察讲话？我现在把你们各自杀！你敢用这种口气跟警察讲话？我是在以妨碍公务跟公然侮辱罪逮捕你，给我出来！第一步是哈利波特是沈飞的考验，知道这部戏叫什么名字吗？醒飞的考验，只要我可以直出醒飞，你们就会被我消灭了。还有包公奇案，我最近发片很忙，累死我了，我先吃三根小香肠补充体力先。One, two, three, one. 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下周一晚间11点魔范棒棒糖。